但是你看那个玫瑰，它的塑形跟花朵，一般玫瑰的一根一朵花，但是这个不一样，树玫瑰它是做出来它会整丛的玫瑰花。嗯，哎，对对对，我还没有开放，啊，哦、啊你们既然来了就。秘境花园，对，很特别。你看那玫瑰花，这个玫瑰花很特别的玫瑰花，叫你们可一般人可能不了解。来，小心哦。有，我们种的树玫瑰，这个你看，颜色不同。真的很感谢屠副总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留香草，这个樱花雨世界真的棒。这个叫树玫瑰，一般我们的玫瑰花是草本，你看它就是两颗球，然后你接枝，哦，你拍起来很漂亮，我都有拍的。我这个对外，我现在种整排，然后一直种那边延伸，然后后面我种绣球，绣球花，绣球花，对，因为我们施了很多品种，像那个南庄啊，跟那个三林系比较大，对，温度比较，我们比较适合是热带种，哦，比较小，就是我们会馆前面那个，这个树玫瑰，昨天好像有经过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看那个花色颜色，那边还有黄色的。还有白色，哎，那个大红色的，对呀、啊，还有粉红的，那边还有黄玫瑰，是啊，而且它很大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长大之后，它会整棵树就这样越长越多，越长越多，会越长越高。对，你看那个黄，那个是粉红的玫瑰，而且花型不同，它的花的形状，对，树形也不同。然后你看那边的红玫瑰也不一样，蔷薇没有，蔷薇比较蔷薇比较小朵，对，那这个都它的花瓣。对，蔷薇比较便宜，对。哎，你看它长起来整。以后哦，它越长越大之后，长大之后，哎，后面我还种一些另外的花卉。在那边，我现在种了几天了耶，上个礼拜，不，上种了大概两个礼拜。啊，真的？哎，它叫凯丽呀，它叫凯丽吗？名称哇，这个花好特别哦，这个好特别呢。哎，哦，那边上面有写。泡湖花园，好特别。以后这个好树玫瑰哈、哦，我另外我在种，我在试种，然后那边还有红色的，还有淡色的，你看那边还有，哇，好漂亮，还有树玫瑰，而且这个长大之后哈、哦，我现在我希望种，这就是，哎，屠副总秘密花园，哎，真的秘密花园，真的，我还没看，这个我们还对外没有开放，因为还没有成绩哈、哦，但是我宁愿看到我这边一直重新在整理，因为我觉得这块土地。荒废了太可惜，对，太可惜。我希望把它做到跟以后可以跟我们的那个香草世界，那么看美美的东西再串过来，就可以直接走过来，就到这个秘密花园。那这一区就可以以后就变成我一个很棒的一个区域，对，啊、是很用的，爱自己的小孩。阿姐，我是当初每天我都到处看看他出来，哪里他甚至有时候我在那写点小建议。我跟你讲，那天哈、哦，我看到时候我以为是假花，我以为是假的，真的是真的，你看那真的日本不真实感觉、啊，你看那紫那种淡紫色，你看，很漂亮。你看看底下的叶子啊，你看，我现在在两个地方有种，以后我会把这个当作是整个都是，对，要整片都漂亮。其实来这里自己感觉就是像昨天我要下来，我就说你们要去哪里，我说要去西湖度假，我说就是回家的感觉。对，没错的，真的就是家的感觉。对，回家的感觉。